啦。哦、就我知道，真的，所以你看下去就知道。所以恰恰恰恰看好 Human Bond 哦。当然，因为我看常跟他打。哇，这个连段漂亮。他就只能一直试试，然后快到角落就在这边角落了，差不多死了，再也不动了。哎、欸，果然哇，这个 好,、欸、好, 好，完全就是不解摔。这个蹲后，对，一个蹲后的概念。好，就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 Human Bond 他的春力跟日本的春力不一样？他比较进攻，是他打的节奏很快。他其实有点像 Sako， 他其实有比较偏 Sako， 跟 Sako 打法。但我觉得 Sako 打得更厉回呢。Sako 很厉回，但是 Johnny 就是一直冲，对，他就是一直冲，然后用，因为有他在配低空白裂跟这个中段的霸占，有时候就是会扰乱你。对，凤凰出不来，凤凰想出来出不来。凤凰也是完全不结算那一派的。哇，没血好，没事没事。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好血，虽然他是负蛮多，但是没那么好血。但是也没关系 ，Johnny 刚刚那一招依他的百裂也是安全。哇哦，哇 ，Johnny 现在气功过去 ，Johnny 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不怕内血的男人了，我觉得。哦，有可能真的是这样。我看到过，他真的非常会打内血。哦，他经过。不过现在有很难说，因为内血气是满的。气是满的，没错。气是满的，哇，完蛋了，摔，他只会被摔，但是还是有一个机会。我有差点，就是这样，溜溜过去，刚刚想要想要一个片康，真的，而且他用绝对不，哇，跟着气功过去，再将那个梦想直接用 CA 的话，也是会被那个地中摆裂的。我现在紧张了，我看好，我会不会那是明灯？我看好谁就输啊？对，有可能哦。完了，哇，完蛋，哇塞，开场一个连段确认，洗头血马上大概剩一半啊，很痛啊，很痛很痛。所以这时候变成那个春丽要开始追纳许了。对啊，没错。哎、欸，对空，哇没错，对空。好，再一个摔，完蛋了。哇，又六摔，又一个速摔。哇，漂亮的跳板！哇，这个这个负五啊，负六负六。希望你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哦，挡住负六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个发 呆，一个发呆。可能是调战前脚就没按好。没错。好，一个前后跟着进攻过去摔，有机会啊，希望你还有机会。你现在血量大落后。哇，漂亮的挡。哇，希望你，希望你的。有机会吗？哇！啊，可惜，哇，哇没想到，对，我果然是快打界的快打明灯啊！我说谁赢谁就哦，他对空没有对空，六六没点他，就这样子就死掉了。哇！而且是直接就开始了，直接上直接上，对，因为两个人物是同样一个角色啊。三个是日本传说最强之矛，最强之矛怎么做？点他压他。最强哇，漂亮连战！最强之矛对到的蹦奖就是我们最强之盾了、啊。不对，没有到最强，但它是个盾。哦，这边居然中了，解摔了。他在四代确实是最强的盾啊，血板漂亮好。哦呦，不吸头，刚刚不吸，刚如果吸搞不好，哇，解摔了，好漂亮，这个漂亮。他刚打江宁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解摔的，但是打沙口，因为沙口前面有摔他了两次，他就开始解了。因为要配啊，对啊，要配摔。好，这个对空对凤甲应该是很基本啊。春力跳这么高，对，真的。嗯、好，沙口现在慢慢的在找机会。哇，哇一个六六被打，进不去耶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进不去。沙口，哇，漂亮的插合。沙口，看看我心目中的力回之神沙口啊。没错、哦，真的。哇，一个连段、哦、好，压角落，角落痛苦了，好，只要靠哇，一个速摔，好，要跑，我很想偏开，不敢飞，不敢飞，哇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深哎、欸，真的、啊這個、很深哎、欸，他蹲在那边什么都不做，他想要等他按解摔，还是打他？他也不做，他刚刚做那个动作顿了一下，有，对，这三只，这三强，哦，这真是，真是讲这三只虽然是 S 角，但是不好练。哇，这边是春丽是最难，应该最难上手。好，海棠你直接在中距离那个。连续炸地啊！摆明你，因为春丽跳太高了。对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炸完，他可能还来得及对空。可以来得及对空。对，他说他就 哇一个思路漂亮。好，中断。中断，完蛋了。好，直接先爆。暴毙，先点。好，那还哇完蛋，被推角落。进角，痛苦，痛苦。哇，一个持续，持续压压，无人数有力，继续压。好哇，这个看得很准，直接往前走、啊，往前走打下段。你看，他也不会贸然的出战青角对空，是、嗯，他就是要走过去打下段。这真的是有在看，而且真的是最强之矛，一直往前走，永不退去，就是真男人。但是他现在没办法往前走，还好戏没满、哦。哇，漂亮空对空，好中断，完蛋了。暴气的拿卡里也是性能非常好，是六六啊，暴气那六六太快了，真的跑马拉松都没他快。而且我觉得沙口刚被打康，可能是想要按解摔。是。好，现在双方支援半斤八两啊，这个安全。哇，一个死令头、啊。死令头，漂亮。哇，投没有没有，真的。我知道正的，我知道赌而已。但是他就是赌你不敢跑啊。是、哦。哇，这么近的距离也炸，真的是完全不怕。不怕，我就不怕。
再炸，就是看你跳得高，是看准你跳得高。我哇，一个点漂亮对抗。對，不过说实在，真的你打到后面那种四强八强，你看这些高手，真的对抗对他们没什么用、啊。没什么用，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反而会露出破绽。对，你有时候会被反差和反差，他会抓你退抗的时机打你抗。对，沙口一中炸地啊，攻不进去啊，就像芝麻也是攻不进去的吗？攻不进去，攻感觉踩他一对策非常的好，哎、有哇、哦、死了 ，CA 带走啦，哇塞。好，再来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台湾希望 GamerB 台湾的希望，到底看看谁在这块整台他米，对他应该还是啊没有，哎怎么哎只有是前跳啊，大家都猜错了，前跳好，我直接进康，因为小香的对空是哇，你看海滩你想要退康，想要退康，但是古代的下中拳够远，对。哇，简直海棠一关角落出去了，漂亮！哇，几点三速点，这个速点没办法，来不及速康啊！五、哦，哇，跳路哇，有啊，好险！海棠一刚没有对空好，该对空没对空，他刚想要空对空，对他空都被打到，来不及，对，其实升龙就好了，刚升龙是一定来得及。哇，我怀疑一个反炸地，要炸地，哇，先爆，哇，这四只我喜欢。小象的，小象也要变哦。B T 还留着，他可以留着拍照，留着拍照，可以打，他可以留着。要爆了，可以留着，有差的，留着拍照。小象应该等一下也会抓机会，暴击赢了，直接带走，没错，不要神器就对了。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命不要气啊？他刚刚为什么不用个强化的？对，强化可能还不会死。对，要命不要。刚刚对，刚刚就是 U C 是 C A 是正解。五代的观念真的一定要给大家，要命不要气啊！这个就是刚刚千万不要省气啊！刚刚我们季红东打 Sakonoko 就是这样啊。对，没错，我自己爱省气啊，然后就死了。没有，他是不省气，所以就死了。好吧，没关系。哦，小象非常漂亮，拿下第一灯。哇，这边凹了一个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还好还好，很好。哇，刚刚。海滩你有点客气啊，应该来个 CC 啊。哇，但是这个海滩你要输了，因为他神器。对，没有，他小象会抓机会，他知道抓哇中脚被 CC。海滩我这边凹了一个漂亮，小象应该找机会暴逼，暴逼先暴。走他，这个是有点问题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时候海滩你就神器，搞不好这个被逆转哦。他错，他从头省到尾。对啊，后悔，他会后悔。对，搞不好会后悔。哇，六升龙拳还来得及，你看古代暴毙有多霸道。这个他刚在空中了，暴气六六在升龙，他还在空中，没办法。两个人都两个人支援。真的，刚刚那个拍照，那个海滩都可以吃个便当再出升龙。真的，哇，看到了，有，好力回，不过是台湾力回之王，直接出高，哎，没事。是。哇，漂亮！哎，好险，好险，还好，没关系。还有机会，有漂亮的升，而且是小升龙哎，不要小看。小对空，中断，不要小看，没有挡到，不要小看小象的对空。哇，漂亮！小心 ，set， 好，反后一个，漂亮，来一个反后，漂亮，好，炸地，炸地。哎，没有变身，没得爆，哎呀，没有，挡满，好，碰到就要死，难讲，真的，谁要死谁要死。速点，不要点，他一定是速点的啦！还没死，我就说这个 CA 有问题。没死，大家都知道。现在速点变了，只要再摸到就赢了。哇，被坑！哇，这个真的没办法，跳路挖下盾，没办法，可以，后后就好。可惜，你后后还是要被打。佩服这位玩家啊，坚持到现在。没错，对桑杰夫一定有很大的爱。对，好，第一个炸啦！哇，一个没跳入，哇，一个打康，直接推角落。真的，我也应该老上也不解摔，他板上也不解摔的。我要跳入成功。好，一个基本小连段。哎，哇，这个反应好，这个反应好，这个自由反应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讲老桑的前中夹后，其实很好拿来插合。是，哇，被跳入，重拳被跳，跳入啊，跳入。我觉得他可能是要站好，有好远的，好远的直一头啊，很远。六六，追一个，好。后腿劈一个重拳，听着指令头六六之后是不利的啊。对，他刚刚没有在仔细抓，没有在抓。哦，一个指令头，哇！老张秀气又被指令头抓下来了。这个就是老张会想办法暴毙啊。对，老张一个暴毙有机会。他先爆，只要打到康一套可能就死了。哇，暴毙先。好，没事，安全。转弯，先来个安全。好，没事，只要金拳一被摸到就很危险哦。哎，没有对空。好。
哇，这个是先赌，这个是先赌，这个是先赌了，真的要先赌。但是没办法，老张就得这样玩。跟胡拉反应太慢，他没有跳。真的，哇，一个 F 是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真的，因为那个情况之下，我真的会跳，真的是我也跳了。可是泰古拉刚不但他没有出东西，他就是完全发呆，我觉得他真的就没反应了。没关系，但是他打赢了。没错，现在暂时停机，因为在又休息又被直立头。德古拉发现了老师盘中，好了，不解摔。哎、欸，哇，这个对空有，这个对空很好，这个是基本。哇，这个没办法打康，痛苦打康，痛苦啊！被古代战青脚摸到，就是摔打二者了。摔打二者，真的。老张的错就是很，哎、欸，哇，哇哇漂亮漂亮啊！漂亮的连段，看到确认在 CA。好，起身抓一个战中拳打康。应该会不起身，不起身，看不起身是安全的，不起身是安全的，因为那时候你会被一个强迫二者。是。那、okay、只要一被德古拉摸到，就是哇，倒逼，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板上有机会吗？有，秀肌肉给他看。啊，完蛋了，死了！哇，德古拉常打这个对决 啊，完蛋啦！太好了，我们明天有鸡腿便当吃啦！好，一个便当，鸡腿便当。好了，其实连小象自己，他之前跟板桑打这个对决，小象他说机会，因为差最好，我也是看着他很多，我也在学这个。啊，只能过上看吧的。好。哇，这边德古拉，哇，你看这个差是正的，这个大概正的，非常正左右。但是德古拉如果距离控制好，应该要往后退啊，不要被碰到、哦。对，完蛋，德古拉自己进角落了，对，完蛋了。这个距离就是千米的距离，对他千米可以空随便插正的，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伸拳脚，真的漂亮，漂亮。这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正常他的水准要升龙，对，正常他的水准要升龙的。又来了，哇！你看没算好，这句没算好，这个很难算，这句是不会放他出来的。这个时候德古拉反而要冒险往前走一点，哎、欸，有了一个前有机会，有机会往前走，增加这个好确认，这数之后的 friend 有2MK 要去做确认，实在是不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这个你看。卡子一直在插那种短距离的，你要想要取得挡住的有力数，要么退很远，要么就是往前走，往前走让他打点高一点，掉下来就是有力。哇！但是有可能卡斯诺托会换强化的攻杀，因为其实那个普通攻杀很多，我看很多其实职业玩家其实弄不太好，因为真的很难。但是卡斯现在是一个教科书啊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是因为他的通杀我也在学。昨天我也在用这些东西。哇！一跳，可惜刚差了一点点，不然就是CA先出。哇，这个又想要退康，你看这个退康，卡斯就是果断往后，往后退，往前跳空叉。哇，中间一个叉招，这个是对策，叉招好，这是对策，这个也是对策，没错。哇，有，这个对空有。哇，有啊，这个最讨厌的侵权，没错。好，成功掉了 set， 偶尔放倒之后想要退康，这些退康对这些。退康，哎有了，退康，有，这个是卡斯最爱用的一个东西。哇，现在。德古拉角落很痛，哇！空跳哇！啊，完蛋了，死了，这个死了。刚德古拉其实他那个卡之后跳背，跳背防得很好，住防得很好，对他防得很好，可是后面没人住。我跟你讲，他空插春丽是没有办法阻挡的、哦，所以这个对决卡兹基本上会一直爽，一直爽插。那要有花气的，不花气的没那么好插、啊。因为他的战青脚，哇，这个缺的不足啊！哇，这个应该四路没想到会碰到啊，对，喷出来要缺刃啊！没有，这个应该真的是在四路出来碰到、哦。是、哦，哇，不能对空，不能对空，这个不能对空，这个、一个小对空，好强，半条就没了，300多秒进角落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们要好歹尊重一下，好歹尊重一下目前日本最强的春丽。春丽，哇，死了，还没，不死也半条命，不死也半条命。哇，又是一个卡兹诺克啊，卡兹真的哇，这个跳一下就有了。我觉得死在这个起身侵权，这个就是起身。现在只要有三幅侵权的角色，他那个侵权可能一幅而已吧？没有啦，一幅都给你玩啦、啊。因为春丽起身比较快，真的你会压人。哇，有准备，有准备，我喜欢。不要小看日本目前最强的春丽啊，连大关都不放过啊，真的。哇，这个低空百裂弄开，哇，提升好这个水鸟也有，看看卡兹诺克血量一个暴血，会不会凹？会不会凹？会不会凹？不会，因为这是凹就死啦。这时候真的敢凹就死啦。好，哇，一个后跳解摔，搭配带走，机会了，哎呀，哇，漂亮啊！卡斯诺克也被这样感觉有嘴，嘴了有嘴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塔卡西怎么应对春丽，春丽怎么应对塔卡西呢？哇，一直下动拳，下动拳，哇，下段直接66被打，没错，哎，对空漂亮，哇，对换，这个春丽跳是划算的，
我对有这个对空比较少，要折要折要折。然后地空又按解摔了，这么远其实不应该按解摔的、啊。这个就是你哇，这个追击，这个追击，这个附带 VS， 这个带附带的吧？追击，没错。哇，这个滑掉啊，这个滑掉真的是。阿三应该会想办法，对，逃出来，没错。但是现在勾击血量领先，他应该会想办法先开 BT 了，顺顺过去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挡好，有机会换一下，换一下子。哇，有了，带走带走带走有了有了。漂亮，这个有点衰。这个暴逼却打到之后直接暴逼强化百裂脚。百裂脚。哎，不要小看勾一击啊！真的尊重一下人家，真的。哦，这个对策好，这对对策好啊！好，一个不解摔，先要折要折，空中空中过方没有摔伤。不要解。然后跑，再来一点距离，找机会。哦，这个漂亮，确认。完了，痛苦。勾一击在角落，但是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现在的哇，有痛苦，粘了，纯力要压了，有不解摔，他应该要退坑，退一个坑，或者是低空百裂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主演中都知道啦，结束啦，百裂没了，他会生气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他真的生气，哇，死了，哇，这气神的值得啊，你知道他刚那个 VS 过去啊，是打贝洛。台湾最后希望啊，另外一位台湾的希望今天刚回到台湾哦，对，没有错啊，他刚回到台湾。好，我们先回到比赛。我、哦、这边小象也是很稳定的在立回啊。其实小象立回平凉奖真的是世界级，绝对是世界级的立回，真的。我这边就好，很稳定的在做立回，这样我也可以做立回，漂亮。哇，这个对空反应非常厉害啊！这个时候恰恰又来一个对空，完蛋了。恰恰老是爱笑，他很爱笑，小象没反应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刚那个低空百裂不是多少可以做出反应，没事，精选点这样。好，不对空，好，刚刚的距离可能有点短。好，小象现在就会归了。血量大幅领先，不要急。对，没关系，白血送他，没关系。哦，有了，点很漂亮。好，这小象就继续归，漂亮，这是一个力回的压阵啊，就是力回啊，你力回打不赢我，你也进不来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可能勾一击发现低空，他的低空百裂居然会被小象对空，他就可能会比较少输在地面力回，因为春丽不肯前跳。对，没错，春丽跳的那么高，春丽跳大概跳到八楼。对，哦，对空漂亮，这个春丽很强的对空，一个底裂66让人家没有换边的反应啊，先抢血，没错，漂亮。但是没关系，小象的血大概还有三分之一左右，对，好，这时候小象可能会齐全暴毙喽，哇，一个换边啊，没关系，小象找机会，哎，对，好，对空，漂亮，对空，快过去粘。好，现在换勾一击会拉距离了，勾一击会我们小象在找机会暴毙，漂亮的插合，就越不哦，好好，改变不到，可惜，结果没有找到机会，但是没关系，小象现在资源是满。哎，我们小象第一场直接出场吗？没有啊，你刚不在的时候，小象第一场打很漂亮啊，他两个对空反应超好的、啊，上面是0-0的，我有在看。没有，但是他第一灯真的打很好，他低空百裂反这个被小象崩掉，你看先抢漂亮，抢了，而且勾一击的气大概还不到两格。打完也不到两格，没错，但血量领先一半，而且要关角落，稳扎稳打啊！被没有，不会痛，后退，等气功不见。哇，这边不会动，两格一不会动，忍住，忍一下，有机会，先过，哇，很好，孙中全给他升。哇，我们刚才讲说春丽一跳会跳到八楼，还是孙中全啊？赢。还没，不要出击！哇！一个跳入，勇敢的跳，卡里，好漂亮！小将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拿卡里是小将。哎、欸，没有哇，这个真的很勇敢啊！德古拉有一点反应不够啊，对，这是一个德古拉的失误。这个正常来说应该哇，完了，气到，真懂，一个轻脚，一个偷摔，一个前后后后闪摔，这个我喜欢，漂亮。角落后后真的是打高手才会用到的，因为这个后后这代几乎完全不能用啊，后后没错，哇，两个蹲在那边，哎，怎么会把它丢出来？你不动我不动，好，没事，一个后跳解摔，德古拉这边也是失误啊，他应该怎么会把它丢出来？对，应该是要前摔的，是，哇，一套连断，太好啦，速点，果然被速点，我就知道不能内取两次，他没有速点暴毙，他没有速点暴毙，算很客气，很客气，哎呦，这个是直立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升龙变直立头，升龙变直立头，相信我，小象刚那个升龙直立头，他自己抖了一下。对，他刚才要赚到了，他一定是一三一啊，没有他捡到钱，因为我以前要我写的吗？以前玩也是会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对手应该是又没有对空，对手一包币就输了，对手只要一包币，有漂亮漂亮被打，漂亮，而且两个资源相当啊，是。
好，我们请我们聊天室的台湾的观众帮我们小象加油。哇，现在的世界啊，坚强起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一套连段。不过光从第一灯就看到小象的基本功，哇，漂亮，一个小象最喜欢的，对，小象最喜欢的就是清泉对空之后直接六点摔，六对六六点摔，完蛋了，一个 perfect， 哇，这就是力量，这就是力回的王者，没错，好了，恰恰你还想黑塔吧，那这样就 OK 了，小象会赢了，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一个气功，肯的气功还是一如往常的气功不强，没错，因为速度慢，硬子大，但是发的好，哇，一个反向，他想用旋风脚去骗真龙，骗真龙错边，对，小象体内轰，对，哇，这个战中脚对空，脚对空啊，太厉害了，一个地动的提空，好，两个双方都要互相插合，互相力回，一个六六，哎，一个 dash 下中脚，一个跳入外面升龙，哇，想要退抗，一个退抗，反而被摔，对，没错。哇、啊、这个防，这个就是防对抗，这个就是防对抗，防对抗的对策啊，哇，有压到小象不先血让你先，而且有暴毙的机会哦，啊，机会暴毙，但是注意这个，哇，这个有力，这个有力，这个也是正的，没有办法，哇，冲冲冲，这神龙跑空啊，完蛋了，好，后跳没事没事，是啊，其实可惜在肯刚刚中脚暴毙的时候，我觉得小象应该要果断的 V 盘一下，因为他过来是正的，所以你一定会被肯折一次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小象可能有他的想法、啊。是，目前血量下段攻击，没看到。哇，好，一个颜值解摔，颜值解摔漂亮，想要防哦。哎、欸，漂亮，有先抢个血，先抢个血，没关系。说什么都要把气用掉、哦，留气，留命不留气啊。对。爆、哦，这个挣很多，挣很多，有啊。刚 A 他心机很重啊，挣很多过来之后按重拳想要打他。哇，好，一个神龙对空基本的。哦，相杀还好是相杀，但是现在 A 塔气满，小心一个康就可能带走。这个没办法去，这也没办法去。暴毙状态下，小象真的不能。哦，有了机会来了 ，ES 踩他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小象会一打三吗？小象会三打一吗？三个被一个打吗？好，大家帮小象加油！快，我跳入没有升龙，还有现在哇，一个机会来了，有一个连段升龙，没错，刚刚好就是要轻升龙，小升龙，小升龙打一下也没关系，不要让，不要让绕背，哇，电击摔，完蛋了，痛苦，小象在痛苦，痛苦，好，小龙说摔就给你摔，不要再摔了，很好，很好，扛就对了，好，没错没错，哇，有点好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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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的好痛，好，小象又升龙，有机会了。我刚刚一个拼的，刚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有小象，小象暴毙，哇，这个表面凹神龙，有来了，一个没有报到，有报了，九百一呀 ，Good job baby， Good job， Good job baby， Good job baby， Game up， Game up， 精彩精彩。便当留下下一局再赌。好，哇，这边一个六对射，看很准，这个看很准，没错，闪过那个脚刀，好，哇，这边这个看得准，这个可以说是凤翔一个蹲后啊，压制不让御剑指挥，好，快晕了，再漂亮，好，哇，沙口还一个大连击啊，这个经验老再连段，漂亮，哇，漂亮，直接打了300多滴的血，哇，这两个接兵，这个上下直接上下中断，漂亮。而且没有办法，断完还是继续压，继续用，这没办法，上下折，对，百裂折。百裂脚会掉正面，对不对？会，这那如果轻脚是打背，哎，中脚打背，中脚打背，这个没错，这个套路太过分了，太过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上下折就很过，可是其实那个非常难用，非常难用啊，因为你输入要很快，那个一转脚，他你只要慢一点点输入，他就过头了，就是已经要反转了。其实我觉得对手比较可怜吧，挡了一个中段还要抬前，还要再被折，对，没错。而且下来你挡住对手，又可能会正的，哦，一个对局摔。哦，凤翔真的很勇敢啊！哇，完了完了，漂亮 VS， 这直接吃雀反了。刚刚打口这个，他要生气，很摆明就生气，很有意思。没事，安全安全安全。他要做 set 的，应该我一直觉得这个强化摆列挡住安全很有意思。对，真的。我等 BT， 妈呀！一个石头，赛口运气也不好，其实他已经有等到了。对，他其实已经在等 BT 了，但是没有做好。对，没事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而且摸到一下就中断。没有，没事。哇，往前走，是我也这样，是我也这样。因为不可惜那个不是你啊，不敢再中断了，不敢再中断了。刚刚一个被插合到就带走了，是。哇，开场一个相杀，
开场一个相杀。没事啊，现在双方都还找机会，不过现在沙口的气是满的。对，像刚刚其实哇，这个角刀其实非常危险，挡住西耶一定确反，一定确反。这个角刀看似很突然，但是其实完蛋了，他性能很好，对，他近距离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跳，是没错。哇，这边一个哇，现在又是一个角刀尾端，凤翔一个领先，沙口赶快放强化气功过去压制，有机会持续再压一个一个中段，中段也挡住。他应该会想办法逼反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没逮到，哎，逮到了，想解摔，很痛，要压制，要压制，血量，血量，血量，慢慢回来。其实我敢说，凤翔完全不解摔，刚刚这个情况，中了，带到了，带到了，刚好前中脚摸到啊，可惜可惜，凤翔，我觉得凤翔好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哦，直接开始了，开始，因为角色都一样，没错，这边一个颜值六六换边，会是打最后打内血男的，哎呀，被点掉，没事。好了，分是这样，我当然是希望 King Omen 可以是。哇，这个血板啊，好舒服啊，漂亮。好，一个不解摔，还是不解，哎、欸，解摔了，解了，解了，太让我生气了。凤翔第一场好像角落，哇，溜溜摔角落，你看这个意思就很好。哎、欸，这个恰恰套路不是吗？对，学我的套路。对，但是要使用钱，希望你不怕，版权啊，希望你不怕，但希望你快晕了、啊，快晕了，快晕了，哦，还好没有乱动。不晕不晕，要暴毙啊！Johnny 要暴毙了，还有二 L， 还有 MB 暴毙 ，Johnny 晕了 ，Johnny 晕了，晕了。他刚那个二 MB 暴毙，结果相杀，没错，遭罪了。Johnny 痛苦 ，Johnny 不说，大家都知道还有二 MB 暴毙。Johnny 还有熟鸡腿便当了吗？哇塞，对，鸡龙肉，我刚给你赌个鸡腿便当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来啊，还不一定会输了，算了算了，第一个退坑啊，直接退坑，他是不是要直接后退？直接后走，后走打前摔，这个血量又大概剩一半了，给我们棒。哇，一个再摔，哇六六，哇再有没有 set 有安全跳，安全跳、哦，对刚，好先爆一个安全，好现在出现了后退后退，这边绝对是后退发气功，顺利要去追那局了，这个啊后退，哎一个中断，可惜被挡住，后退发气功对空，好漂亮，好一个摔，距离拉开后退发气功，挡住，哎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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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气功，强化。好哇，这个我觉得 Johnny 大势已去啊，真的这个血量差太多，后退后退，完蛋啦！发气功后退，顺利现在没有支援，后退后退，好后退，我懂，哎呀，没有没事没事，安全，哎、欸、BB 挡到挡到，对挡到，哇被插合啦，可惜、啊、Johnny 还有输个便当啊，哇前菜、yeah. 就已经炒的气氛这么热烈，真的是很期待明天啊。小香应该已经被基隆中训练到很会打内区了，是，好像没有训练到。其实小香后来的对策我就觉得非常的好。哦，炸地好，哇，现在凤翔 on fire。通常血落后的情况下，变成古代要很主动去追内区，这点就会变成内区非常鼓励。这就是内区的节奏，没错。又出现我刚刚一直讲的，这边直接四六劈穿，四六劈穿，血板没有血好，好，一个地跳，现在没有办法血板，凤翔。不要让自动出，就这样子，就像这个距离，就不要让他出去，很好，有机会。哪一招？就不要让他出去，哎呀，又被他去抓，又来了。凤翔其实抓那个空档抓得很好、欸，而且你真的要佩服他，他六六完是后摔、欸，对，没错，完蛋了，这个节奏跟距离怎么看都是 Nash 啊，小象有点痛苦。Nash 侵权对空，只有打妹才可以侵权对空，打这太难了。而且注意 Nash 现在资源是满的。希望小象不要被洗头啊！一个哇，开场六六摔，哎、欸，好换掉没关系，哇，洗头了，被抢招啊！这个被洗头，血剩一半 ，V V 不知道有没有满，赶快爆 V， 没有没有，还没满，还有半格，因为血还有一半，哇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又刚一个退坑啊，好，哦，西西漂亮，机会还是很大，出来，死命头。直硬头就硬中，这个时候摆明就是要等李一凡的，我刚真要讲啊，完蛋啦！这个很痛，很痛，但是小象哇哇六六哇哇哇，完了完了，凤翔 on fire， 小象，刚刚我觉得他那个起身侵权应该是失误啊。